Surely to the sea.
time to wait around and wait around. This old town too long. Summer's almost gone, yes, winter's coming on. I've been waiting around and played around. Rides to Johnny, but Johnny can't come home, 'cause he's been on the chain gang too long. Hi, Sheriff and police, riding after me, riding after me, yes, coming after me. Hi, Sheriff and police, riding after me, and I feel like Okay,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受到了特别的力量，跟随他，我将触碰到生命的真谛。一次冒险，一次停留，都是一次思考。或许不知道自己会在哪停留，但你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一个声音在指引，让你慢下脚步，深呼吸，感受城市的脉搏和心跳，嚎叫和轰鸣。当你寂静，霓虹和闪烁，微风和尘埃，都将是生命中的小小音符。
Thank you.
成就了。谢谢，真是我们中文学习的宣传大使。而且您掌握那么多语言，肯定是除了您自己本人良好的语言天赋之外，肯定也是通过了很多长时间的学习和练习的。对，那肯定是您的这种努力坚持不懈的这种学习这种精神，应该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激励更多的学习中文的同学们来学习这个语言。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今天给大家的鼓励，说多学多唱中文歌，谢谢。那么我呢还想要来问一问我身边的这位季老师。有没有听到刚才在欣赏季老师的美好的翻译的时候，真的感受到看电影不要坐第一排。好的，那这首歌和平颂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能够走进大家的心中，也希望可以走进更多人的心中。谢谢。
周深老师跟我们的 UN Singers， 有请 UN Singers， 还有我们的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刘谦子老师。那个人为何失去？
诵这首歌曲的时候，您接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您的感受以及演绎过程的时候，您的心灵的感悟，好吗？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共情。其实我们在看，尤其我们在听中文歌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句歌词，我们不仅仅是看懂了那句他要说的意思，其实也像季老师的翻译一样，就你看完之后你既明白了意思，而且还有，因为我是湖南人，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事情够有味儿，就你会发现你不仅懂了意思，而且 还有一个味儿，那个味儿其实就是我们的情绪。所以在演唱时候看完他所有的，听完罗威老师做的曲子然后编曲，然后再看歌词，其实你会有很深的共情。其实演唱这首歌你会很自然的就会去理解所有他要发生的事情，他所有描述的东西，因为它都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演唱者来说是比较幸福的，因为是很容易共情的一个感情。但是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然后去演唱这首歌，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荣幸的，因为我觉得就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和平，离不开美好的世界，离不开美好的生活，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共同去创造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谢谢周深老师，您说的特别好，就是音乐和语言一样，都是沟通心灵的，所以您说的这个共情，大家都已经。